金翅大鹏为夺佛祖舍利，祸乱三界，众神陨落人间。齐天大圣孙悟空口含舍利，化作金光，转世重生。失去众神庇护的人间，备受妖魔摧残。直到500年后，一个叫石生的人出现。 圣县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什么圣灵可显呢？师傅，咱们干粮快吃完了，要不到前面去歇歇脚吧？也好。哎。 天道衰落，妖兽横行，这受苦的可是这百姓苍生啊！师傅，你别唉声叹气了，这方圆百里那皆是黄土，要是再找不到吃的话，不如我们把这个舍利吃了吧。石生，休得无礼。<笑>我们奉菩提之命，将佛祖舍利送至西天大雷音寺，吃什么也不能把它给吃了。 知道，我就这么一说，别生气啊，师傅。<笑>想当初我在五行山下捡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么多年，一点都没长大。<笑>师傅，好像没长大的是你吧？去！<笑>要不是我30年前中了那蛇妖的子午拘魂毒，阳气逐渐被剧毒吞噬，如今啊，我也不会返老还童，变成这孩儿之身。变回孩儿身不是挺好的？ 我倒想回去看看到底是谁把我给丢弃的。石生，休得胡闹！哎，石生，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呗。近日周边有杀妖出没，入夜后请勿独行。师傅，还真被你说准了。身为降妖师，这杀妖有何可惧啊？ 还不速速受死！停！还我的孩子！我孩子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难道这次不救吗？我们还没有探究对方虚实，这个上去就该白白送死，知道吗？人命关天，岂能贪生怕死？师父！好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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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。孩子，还我孩子！师父，没事吧？庙里发粮食呢，取晚了就没了。快走，快快快，发粮食了，发粮食了。这位大哥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庙里边发粮食呢，取晚了就没了。发粮食？师傅，他们发粮食，这下我们不用饿死了。那边小孩刚被捉走，这边庙里就发粮，不对劲。走，看看去。有粮食了，有粮食了！快快快，小心领粮食！快，我们发粮食了，你们有事了吗？师傅，这可新鲜了，只听说和尚找老百姓化缘，没有听说过老百姓找和尚化缘的。是啊。这村子这么贫瘠，可这庙里却不缺粮食，哼，真是有些蹊跷。真仙，救救我孩子呀！师父，救救我孩子！哎呀，救救救救我孩子！这个不是刚刚被抢走孩子的老妇人吗？我去看看去。师父，救救真仙，救救我孩子呀！救救我孩子啊！这位大哥，敢问这杀妖有何来头？不知是何来头，只知专吃童男童女。这不刚抓走一个，哎，多亏有了真仙大人，要不是有他在，恐怕早就被妖怪吃光了。是啊，他还给我们大家发粮食呢。对呀，渡我真仙，破渡苦，不会众生，渡我真仙。这荒郊野岭哪有什么真仙，恐怕又是这妖怪所变的吧。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？一派胡言了，你一胡说。不是你侮辱真仙，不是你侮辱真仙，我的孩子被妖怪抓走了，只有真仙能帮助我呀。对啊，只有真仙。要是这庙里真有真仙的话，他们干嘛不帮你们出人这杀妖之患呢？你这妖言惑众的小孩，竟敢污蔑真仙！就是就是，大人，污蔑真仙！大人，同言无忌，同言无忌，同言无忌！师傅，我们走吧。去去去去去去去！身为降妖师，就该以降妖伏魔为己任，这点胆识，成何体统啊！师傅还是走吧。师傅什么？你是师傅，我是师傅。我看呀，他们师徒二就是来这真仙庙抢粮食的。误会了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啊！哎哎，误会一场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师父，你闪开！我们受天命，护送佛祖舍利，送至西天大雷音寺，途经这穷乡僻壤，那是你们的福分。师父，下来吧。你拉我干什么？这舍利子乃圣物，低调点吧。怎么？收好。难道还怕被抢走不成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还给老子装蒜？他们就是来抢我们粮食的。不不不不不不！给我打！给打！给打！粮食！真仙来了！
祖舍利乃是至高无上的圣物，岂是你们这两个邪魔歪道所能供养？妖怪，还我舍利！师父，师父，呀！真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佛祖舍利。佛祖涅槃，岁月千载，无量众生得舍利者与佛无异。能使众生得于涅槃，受上妙乐，不可穷尽。也不枉我在此地盘踞多年，终于让我找到。没事吧，师傅？能撑得住吗？师傅，你笑什么呀？师长，王那妖孽如此高的道行，竟然连真假舍利都分辨不清，什么？真是可悲。师傅，那舍利是？什么舍不舍利的？那是炼妖丹啊！不管这妖孽道行多高，只要服下此丹，必将元神大伤。哇，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呀！这一路走来，你都还没告诉我呢，藏得够深的呀，师傅，徒儿佩服。我也是方才领悟，原来菩提将此重任交付于你我师徒二人，其中是另有深意啊。师傅，你这样说，我越听越糊涂了。要是刚才那被夺的舍利是假的，那真的在哪里啊？那真的舍利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真狡猾的老东西，居然敢骗我！难道这舍利？哎，不好！黑果，还不赶快去追！一定要你以命相还！舍利在我体内，师父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私吞舍利啊！师生，我幼年时，师父曾说过，500年前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为了不让佛祖舍利落入金翅大鹏之手。口含舍利，化作一道金光，降世人间。刚才你在真仙庙里被妖怪击中时，身体冒出金光，我才知道师父所言非虚啊。这都是讲给那些3岁小孩听的故事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就是那转世的孙悟空。孙悟空，冲！冲！师父，你是不是刚才伤到脑袋了？啊！我要是孙悟空的话，那这一路走来，怎么被妖魔鬼怪欺负成这样？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前世的记忆。管他前世不前世的，
我只记得我从小无父无母，后与你结识，一同闯荡江湖，为的就是安身立命，图个自在。你肩负着使命，所以你的命运无法选择。看来假舍利已经被识破了。师父，我们走了。师父，你的手怎么了？这是杀妖之毒，现已攻心，恐怕命不久矣。你快走，我留在这儿拖住他们。师父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咱们说好的一起去大雷音寺，你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？我背你走。师生，接下来的路恐怕你得一人独行了。舍利在你体内，你要多加防范呐。师父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，一起走吧。妇人之仁，你若再不肯离去，你我都将会葬身此地。快滚，还不快滚。师父，走，保重。记住，西天大雷音寺，我在那儿等着你。走到啊，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，好困啊。师兄，这小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哎，别乱说，被听见了就卖不出钱了。沙门森少，好家伙。喂，你们几个把那女妖精留下，可以滚了。几位同行，久仰久仰。只是这小妖是我们先抓的，你们这么明抢，是不是不合规矩啊？规矩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上。嗯，想抢行休想。
就死了。死之前就不能有人贴心的帮我把绳子解开一下吗？哎，哎，还有活的吗？小何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是你们啊？是我们真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呀、啊。任务？哎，真仙真的有任务给我啊？哎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组织已经抛弃我了呢。哎，麻烦你们帮我转告真仙，我这一次一定不负众望，完成任务。沙漠红，小二，那个人什么来头啊？他呀，就一疯子，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，赶都赶不走。客官，慢用。我全身上下就这些东西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！哎，我说啊，我要你这些破烂有个屁用啊！不行，你得给我银子。你把这些给卖了，不就是银子了？哎，哎哎，我说你不能走啊！你要是不给我银子，你甭想走。怎么，你想打架呀？啊？这个也没什么用了，我给你。这位施主，身为降妖师，若没了这些东西，你该拿什么防身呢？我连我师父都保护不了，还降什么妖？算了吧。乱世可避，姻缘难逃哦。美丽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相依为命了。走。我们不去大雷音寺了，直接回中原。走。还想回中原？想得美！这么死沉。要不是外面人多，我就当场将你开膛破肚。怎么睡个觉还这么不老实啊？
小妖精，要不要这么心急呀？放开！你再不松开，我害人了！松开我！哎呀，松开我！这围巾不错嘛，挺适合我的，送给我吧。它不是你的，赶快还给我！干嘛？行了行了，别吃了，该找什么鬼地方？伤风败俗的，走啊，还吃！方圆百公里，非妖即匪，你让我们这爱莫能助啊！夫人呐、请节哀吧。这谁干的？哦，就是刚才坐在小炉里那伙人。那伙人什么来头？他们是沙匪。嗯。功夫不咋地。这逃跑的本事还不小啊！哎，这位客官，你是如何得知啊？你管我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帮沙匪可是与沙妖一伙的。他要是不赶紧行动，你的孩子就要被妖怪吃了。沙妖，此话当真？这还有假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大侠，大侠。我救救你了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我刚刚死了相公，要是孩子也死了，我就不活了，大侠呀！好，又是这沙妖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可是我知道呀。你知道？哎，大侠，我求求你了，要是帮我救回孩子，我的全部身家都可以给你。你要是不嫌弃。我生意可以给你的。哎，大娘，钱我是不会要的，人我更不会要了。是，多谢大侠，多谢大侠。笑什么笑？赶紧带路。慢着，你的东西，给。大侠，我等着你。没想到，你这臭小药师到关键时刻，还挺讲道理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只觉得如果师父在世，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哎，你看你人既然这么好，不如把这绳子解了呗。说了800多遍了，我是降妖师，你是妖，你说我会放你吗？连自己师父都保护不了，算什么降妖师啊？喂，你说什么？这你就生气了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再说一遍！你不配做降妖师！你，你听。
臭降妖师，头脑简单的笨。小妖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！来啊来啊！对付我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收拾你。杀河，杀武进，妖族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醒了，准备喝药吧。你中了妖毒，若不是有佛祖舍利护体，恐怕你同雾禅一样，也难免一死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你究竟是谁呀？一沙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原来你就是菩提啊！正是，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害得我两师徒走了几千里的冤枉路。如此看来，你不过就是个双目失明的工匠吗？你看你雕的这些佛像，一个个面目空空，形态丑陋，和你长得一样。可得知这是佛像？哎呀，够了！你不就是想要我体内的舍利吗？拿走便是啊！那个舍利自有它的去处，我要它何用？那你为何又要救我呢？是为了将一样东西物归原主。这是何物啊？这是断裂的定海神针，不过它的主人更愿意称呼它为如意金箍棒。你干嘛看着我？我是石生。缘起缘灭，缘生已空。石生，放下执念，你就是孙悟空。孙悟空，傻子还信呢？瞎子就不敢打你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
切，神经病，手铐见火，你不也是冲着我体内的舍利而来的吗？你果然是妖怪，看我不杀了你！哟，且慢，吴静啊，这个小河雀也是奉命行事，就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嗯，倒是这个杜鄂，原本是一具仙人遗骸，后经金翅大鹏点化，修炼成妖，所以他才见有我佛的慈悲之心与妖魔的狼力不仁呐。或许他是想通过佛祖舍利来净化他的妖性吧。切，妖就是妖，何来慈悲之心呢？师生啊，以你现在这副肉身去找杜鄂，无疑是去自寻死路啊。我不是孙悟空吗？区区杜鄂还把他咬我。哎，你现在仍然只是个师生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孙悟空。刚才你只不过是找回了你前世的一半记忆，而另一半就藏在这金箍棒里。哦，我还说呢，难怪你记不得我。那另一半藏在哪里呢？沙门关外聚仙寨，逍遥浪子朱无常。他们都放了吧。哎，放了你。我们是妖，靠食人而生，这是天命，是那天上的众神给我们施下的诅咒。我不信这种天命，马上我就能得到佛祖舍利，他能助我们挣脱这永世的诅咒，能助这芸芸众生脱离苦海。正正正正正，来者何人？你又是何人呢？挡住我的去路！哼，我乃青云渺道真君二郎神。杨戬。行，那我就会会。吴静，别来无恙啊。
朱师兄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又变样了？你们三人不辞辛苦光临寒舍，所为何事啊？三人，这聚仙寨的一草一木皆在我的掌控之下。那位女子，别藏了。嗨，朱师兄，这么多年，你对女子还是这么敏感，佩服，佩服。别老叫我朱师兄，我现在是朱无常，大家都称我为无常公子。哼，猪就是猪，你以为换成人皮，大家就不认识你了？走，跟碧冲走。我是担心你遭遇不测，特地来支援你的。哎，那人是谁啊？怎么感觉有点儿，有点儿似曾相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不解风情。不解，不信你看。我遇到你就是最大的不测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推我干什么？我真的是来帮你的吗？我终于明白我怎么一直成不了孙悟空了，因为我不像他，我遇到妖精我会心软呢。你赶紧给我走，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。你胡说，孙悟空才不会这样对我。他当然不会这样对你了，他会，他会一棒子把你打死。我是小何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天界大乱之后，仙佛陨落人间，反而是我这种说仙不仙、说妖不妖的啊，全身而退，于是便有了这聚仙寨。你别看他们现在这副模样，几百年前那都是天庭上有名有姓的大神。哎，要不是金翅大鹏，他们哪至于沦落至此啊？啊，这个太白金星，啊，不对不对，太上老君，还有这个，就是遛鸟的这个，托塔李天王，李靖，厉不厉害啊？天王，你又来哪儿去啊？啊，你再往那边看，那是雷公电母。你来了，来了，雷公，老夫老妻了。来，后羿，现在拿弓的这个。这个是后羿，特别厉害。哎，那边那个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必一一介绍了。菩提说那半截金箍棒在你这儿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行，跟我来吧。好，好。这金箍棒立于避风阁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草率？这漫天神佛如今都命如草芥，何况这区区金箍棒呢？你若能把它拔出来，拿走便是。反正他在这儿也碍事。这金箍棒自五百年前便立于此地，助我们消灾避祸。或许他留恋于此，不愿再跟随你四处奔波了吧。啊，二位莫急，
今晚为你们准备了美酒宴席，没准吃饱了就有力气了。别痴心妄想了，像你这种小角色可没人记得住。你跟踪我？甄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他不需要你了，还是回吧。为什么？我还没拿到他的舍利啊。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今晚必将舍利从石生体内取出。你们想要怎样抓住他？今日啊，我们寨里有远道而来的宾客，酒意正酣，我特意安排了一些节目为大家助兴。拿下来了。这孙女儿，这有点什么风韵犹存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求山恶石，条件比较艰苦，二位多担待啊，多担待。你看这小伙子，来，我敬你啊！看着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大师兄，人家美女主动投怀送抱，咱们怎么能如此不怜香惜玉呢？哎，你让我说两句。诸位，今日使我与两位旧时好友重聚，啊，甚是欢喜。借此良机，我有酒三杯。你这个跟屁虫，阴魂不散似的。曾经的故人，阴魂不散。这第一杯酒，敬那些未能脱离厄运的仙人。啊，来，喝！今晚有人要杀你，敬我师父三藏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。您对徒儿的恩惠，你知道啊？徒儿，就是你呀，将永远铭记。那个，来，敬三藏。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哎呀，帮什么帮？谁你帮？这第三杯酒，你跑吧！你走开！敬我的大师兄。也就是你，孙悟空。妖怪为伍，师父在天之灵该作何感想？
天都没了，师父现在也只是一个颠沛流离的孤魂。那是他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陆不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动手！八戒，你打够了没有？我在这歇息会儿，你带着这女子去找菩提。那你呢？五百年了，我二师兄叙叙旧。你呢？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你既然是妖，你干嘛要为我挡这一剑啊？我的命是你给的，能死在你怀里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强夺只能巧取，小何只不过是一个棋子，
但是你放心，今晚就送你去见他。大师兄，你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天三夜了，咱进屋歇息吧。大师兄，我哪像你们的大师兄，我只是一个贪生怕死一无是处的师生。孙悟空他应该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都因他而死吧。天道沦丧，人间疾苦，大师兄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呀？再见面的。
你肩负着使命，所以你的命运无法选择。之音，为祸人间，还敢自称为佛？乱世之下，天反地逆，我以慈悲之心救度六道众生脱离苦海。但问你口中所谓的佛，如今身在何处，又有何作为？我呸！现如今满世界都是行尸走肉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别在那假慈悲！只要他们永远不再醒来，谁会知道这是梦境？一切有违法，皆如梦幻泡影。师生，我只是把他们从一个梦境带入另一个梦境而已。修行先修心，渡人先渡己，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还在这振振有词？啊大师兄，我来拖住他，赶快阻止那妖怪，否则是人家永远无法脱离梦境。黑谷，让他进来吧。区区黑谷小妖竟会让你如此狼狈啊！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刚才只是热一热身。猪八戒，我说多少遍了，不许再叫我猪！
为什么你就算是死也要阻止我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使命。哈哈哈哈哈哈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论耍帅，你永远是技高一筹啊。打得好。这如来神掌比你的幻境还要弱呀。这一关是为我师父悟禅还给你的。好。不错嘛，你这个样子才像个妖怪啊。这一关是为那些被你吃掉的孩子还给你的。这一棍是替巨仙寨里死去的众仙还你的。那不都是你杀的吗？还不都是因为你。这一棍替小何还给你。悟空哥哥，
不要杀我，求你了。没想到这真仙庙也是妖术变的啊。沙师弟，戒了吧。你看我都戒了。戒就戒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好啊。好。师兄，为什么我们帮他们除掉了妖怪，他们却一点也不感激呢？哎，这黎民百姓立于末世之下，性命有如蝼蚁，或许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之前的梦境吧。三界失常，才招致妖魔当道啊！那我们就将这世间的妖魔鬼怪杀个一干二净。谈何容易啊！那远在天边的金翅大鹏，连如来都不是对手。大师兄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？一路西行，去大雷音寺。哎，那你等等我呀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